泸州一家新开幕的炭烤店，为了增加卖点，目前提供啤酒免费喝到饱的优惠活动，直到18号为止。好吃的香肠肉类在烤盘上滋滋作响，一旁还有新鲜的小龙虾等着上架，让人忍不住口水直流。这家位在泸州三民路上新开幕的炭烤店，虽然是299吃到饱的平价收费，但业者强调食材新鲜，绝对让消费者感到物超所值。我们海无过鱼是我们渔协养殖区，所以我们是渔业协会的，早上杀现杀的现宰的，中午马上到哦，然后我们白虾也是这样，那我还有用活的黄金鲜让大家吃，还有小龙虾都是本土的，哎，所以我们是景气不好，我们是逆势操作，我们平价经营，虽然是平价经营，但是绝对是高级享受。香喷喷的烤肉让人忍不住一口接一口，再来瓶啤酒做搭配，显得更加完美。在开幕期间到18号为止，业者就提供免费畅饮的好康大放送。目前哈，我们12号到18号，啤酒免费畅饮，一般哈都是用生啤酒，我们是用本土的，也是本土的龙泉，还有青岛，哦，无限畅饮，免费的，12号到18号。那之后呢？我们就99块无限畅饮，一直延续。另外，在开幕期间，凡是来店消费，每人赠送小龙虾一只。之后还会因应季节变化，更换不同的海鲜。有消费的每人送一只小龙虾，那我们是不定期的。比如下个月我们可能会规划送鲍鱼，然后在下个月可能我们会送一个黄金鲜，是超级巨无霸黄金鲜。我们是不定期的。送一些很特别的一些海产。想要以优惠价格一次品尝烤肉、小火锅加啤酒的滋味，民众不妨把握到18号之前的开幕特惠。台联新闻方静凯、李美惠，泸州采访报道。